我是公关猎头团队班，2009年9月10号，台北站，时间10分出发，就是564进往好线北线跟花莲的104单点楼加新之后，我们就刚好。104单电盒，5621用海线北线花莲的，现在我们举光哈，大哥，在台北站十里哦。564在台北站11修哥，安全那再见。